好，我是朱深，猜一下我现在在哪里？好不好告诉你吧，我现在在花西子的拍片现场。里面有没有你非常非常眼熟以及非常非常喜欢的花西子产品呢？这些我觉得要从哪开始给你介绍。首先我先说一个新出的这个真的很好用，然后更要重重推荐的就是这个花西子的新产品，花西子防晒妆前霜。它不仅是妆前，然后它还有防晒的功能。像我这种非常非常懒的人，直接就是什么都不用涂，然后直接涂一个这样就好，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提亮，所以就会让你肤色看起来非常好，而且它非常好推开，非常细腻，还非常水润，我是非常喜欢的，因为非常便捷，最主要是它会让你气色非常好，而且可以防晒，防晒有多重要你是知道的。接下来要推荐的就是花西子的蜜粉笔，这个是我平时在就是上节目工作的时候，我都一定会让花老师戴在手上，就随时中间空隙就会用这个帮我补补妆，就会很轻薄，然后也不会让你皮肤很有那种累赘感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舒服，非常非常好用，而且它非常非常方便携带哦，记得要期待哦。